一般的话，民众比较会容易造成误解的话，就是例如说像这个四大超商的这个饮料盖，哦，啊，还有像那个我们喝饮料这个麦香红茶这个铝箔包，哦，部分的话，还有一些像现在夏天到的话，那个运动员常常去这个运动就喜欢喝速跑，喝速跑这个铝箔包也常被民众哈，哦，不小心就丢那个垃圾桶里面去了。昨天有七台被退车，那今天有两台被退车，那等于说整个成效有发达到我们预期的一个效果，等于说透过这样的强力的一个破袋检查，可以促使等于说大家都认真来做资源回收的一个工作，这样子。